位于新竹市区，承载丰富历史，这里是二次大战遗址寡妇楼，原本要都更，却意外卷入市长高虹安的红色建商蜘蛛网。寡妇楼都更案如果一旦通过，背后最大的受益者李明开发，其背后还是由昌邑集团杨家所把持。寡妇楼都更案百亿利益纠葛，背后最大受益者昌邑集团也曝光。李明开发的最大股东叫做杨秉琦，昌邑建设的董事长杨义全的儿子，这个杨氏家族的总共六位成员长持股就已经超过了李明开发的57%。换句话说，飙到寡妇楼都更案的李明开发大股东叫做杨秉琦。不过就这么刚好，杨秉琦是昌邑集团董事长杨玉泉的儿子。再摊开李明开发持股人，可以发现全家都是杨家人，也就是说昌邑集团持有李明开发股份超过57%。高虹安和昌邑集团杨氏家族之间的利益结构关系已经非常清楚。年初呢，昌邑集团提供给高虹安以及李中庭低价入住，高虹安收受了来自昌邑集团的不当利益。高虹安与男友住的回建筑就是昌邑集团旗下全轩建设，而昌邑集团又实质掌控负责寡妇楼的李明开发，三角关系于是连了起来。高市长绝对没有建商馈赠住房，也绝对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，请不要再以讹传讹，如果有不实的影射，将采取法律行动。是否态度硬起来，还是挡不住建商之间的暧昧关系？只要高市长一天不解释清楚，新竹大密宝只会继续具备挖呀挖呀挖。记者王庭、黄明汉采访报道。